今天是圣诞夜，所以其实我真的精心安排了今天晚上的表演，目的是让大家在好几年之后可以永远记得今天晚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我兄弟们全都找来了。我觉得派对呢，总会有结束的时候，可是在最后的这几首歌里面，我要炸到小巨蛋。兄弟本色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，已经贴了巡逻条走回去，离开地表展开双翼飞行。我的心里等等我就要飞行，家人放在心底，兄弟让我来替你，一下博大的刺激，赚到大把的资金，不讲资历，讲实力，继续抛弃我的刺激。下飞机我眼睛睁开，我知道所有人都站在舞台下等待，就是有着本领 hold 住这全场的能耐，背负着所有老乡心中的期待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今天我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感动，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自己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。那这两天，这么多的兄弟，这么多的嘉宾来听我们，而且最主要是这两天所有有来现场的朋友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要谢谢本色音乐，谢谢滚石唱片，谢谢天空蓝制作公司，谢谢硬体统筹碧音制造，然后所有来现场的你。谢谢你们，祝大家耶诞快乐！每个地方都变成皇宫，宅男的树洞我看到卢广仲，李白的生活圣诞节歌只有一首，祝你耶诞快乐，他唱着一首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 M 等于 Merry, C 等于 Christmas, MC 又来了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, MC 又来了， MC 又来了，这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， Merry Christmas, 我想要对你说。Christmas,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,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